原来第123天是第五一折。救命啊！什么？不要，妈妈！快跑！躲起来多好，不要出去了，跟小美队长一个东西，太危险了，不要去。身为英雄，这种时候我们当然要挺身而出了。救救我！谢谢你。别过来，离我远点。别紧张，我没有被感染。那也不行，这里是我找到的地盘。最后一包压缩饼干了。疯了吗？外面危险！我知道，可我必须要把食物送回去。这种时候，我们当然要挺身而出了。啾啾，乖，我们有吃的了。可恶，他们还是要保护，我不能放弃。怎么能忍？反正小皮，你躺在那儿是想要休息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们上！全民战队，集结！